首先恭喜这个编号第十八号的得到第一名哦。好，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评鉴的组数是相当的多，但今年的参加组数高达是历年来是最高，到了75组。在这个评鉴的过程中，我们评审委也是非常困扰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彰化地区种的这个小番茄的水准都相当的高，而且大家之前都不相上下。但是十八号为什么会在这个九关中选一得到这个名次？评审的过程中，它也有它的项目包括它的果重、糖度、摆设、大小等等。但是最后我们入选了之后，我们来吃它的口感口感风味没有渣渣的感觉甜度也不错没有其他的风味另外就是它的颜色果实等等，都相当的优异之后，我们才会分数才会给它第一名。